给大家推荐一款旅行包。我们这款旅行包的话，采用优质面料设计，手感舒适，而且还是个撞色的设计，非常的时尚。双层的布料设计，外面的话是一个网格状的布料，里面还有一层加厚的内部。然后我们的手提袋的话，特意的一个加长的设计，可以让你手提，然后也可以单肩的。包包的一大亮点在于我们的侧面有一个侧的口袋，可以存放下我们的鞋子。给大家看一下包包的主袋，双向的金属拉链设计，顺滑流畅，不卡齿。内部容量也是非常的大的哦，可以存放我们的衣服啊、iPad 啊、钱包啊等等的生活用品的。而且还有一个拉链暗袋，还有我们的内贴袋，分类存放更安全更放心。可以手提，短单肩，长单肩，斜挎。